文殊般若经云，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，业余无量诸佛功德无二。这些经论无疑不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啊，赞阿弥陀佛偈里面说，我以一心赞一佛，愿遍十方无碍忍呐，这是平等意。慧疏以清净三昧、解脱三昧、普等三昧为念佛三昧。那念佛三昧里头就具这三个意思：清净、解脱、普等。啊，这三个意思非常明显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念佛没有得到殊胜的感应，我们今天对极乐世界没有把握往生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我们没有得到念佛三昧。为什么没有得到？我们想想，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我们的烦恼没有解脱，啊，烦恼没有解除，生死没有度脱，啊，我们的心不普，我们的心不能跟诸佛菩萨平等，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得念佛三昧的原因。那现在我们眼前要做的，就用这一句佛号的方法，方法是一个，用这个方法清除染污，恢复清净。用这个方法解除烦恼，脱离生死。用这个方法拓开心量，啊，要学诸佛如来心包太虚量周杀戒，这是普等。啊，普等是我们原本的心量，我们的心量本来就这么大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小的心量，不能容忍，可怜呐！啊，我们念佛得不到念佛三昧的时候，有原因呢。啊，不能包容。贤首故事望境还原观里面跟我们讲的四德，那是称信的啊，最重要的诸佛如来
化身菩萨，为我们显示的这四德了。第一个，随缘妙用啊，就是普贤菩萨恒顺众生，这随缘妙用是什么呢？随喜功德妙用啊，啊，随喜的都成就功德了。啊，这是妙用。啊，这个难啊。啊，菩萨能恒顺众生。啊，譬如现在人。现在人没有遭遇过灾难。他不知道啊，人间的艰苦啊，从小也没享受惯了，居住在大城市里头，没吃过苦头啊，特别是饮食起居，浪费的多啊，不知道世间人还有许许多多众生呢，缺吃缺穿。不知道这个苦啊，啊，他浪费，在糟蹋，在造业，啊，将来的果报就是缺吃的、缺穿的，啊，那么缺吃缺穿，我们就知道啊，他将来纵然修得不错，但人生。生到哪里呢？就生到边地。啊，所谓边地，文化落后。啊，这个地方没有开发。啊，还是过着原始的生活。啊，常常有这些自然灾害，啊，旱灾水灾，连农作物都损失掉了，啊，少吃少穿，要受这个苦头啊，报应呢，啊，业因果报啊，丝毫不爽。啊，诸佛菩萨看得很清楚。啊，他来教导我们，我们不信。他为我们现身说法。以种种方便，我们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这什么？这是业障太重了。啊，必须是，必须到受到灾难之后，他才会觉悟。啊，没有受到灾难之前，他觉悟不了，他回不了头来啊。这种人在佛菩萨心目当中。是真正可怜悯者啊，所以要随顺啊，随顺当中为他祝福，菩萨只能做到这个啊，帮不上忙啊，在业障太重。能够看得懂的，能够听得明白的，这些人
通通都能得度，能回头啊，谦虚恭敬的人啊，自以为是傲慢的人是不会回头的啊，那是要吃大苦头。随缘妙用，第二个，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，叫威仪有则。菩萨在今天教化众生，身教摆在第一位啊，做给人看了。啊，言教是第二啊，人家没有看到都不相信你，自己一定要把它做出来。把什么做出来了？把十善业道做出来，把三规五戒做出来，把五伦八德做出来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《弟子规》落实，《感应篇》落实，做样子给人看啊，不是光口说的，口说说破了也没人相信自己的真感。才能自度，能自度才能度人啊，不肯真干的永远不会成就，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九缘界就成佛，《梵王经》上佛说，他这一次到世间来示现成佛，是第八千次来到我们地球示现成佛，八千次了。他是来表演的他表演的真逼真呢，让我们一丝毫破绽都看不出来啊！那叫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他所说到的全都做到了。全都兑现，如果没有做到的，他决定不会输。啊，这是我们佛弟子应当学习的。啊，如何制止？啊，佛表演的圆圆满满的，淋漓尽致啊！啊，心地真诚，言语态度如何？啊，都是我们要学的。啊，最后一条，待众生苦。你看到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在做不善业，都在造地狱业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他很快就得堕地狱了啊。佛菩萨有怜悯心的，
啊，知道他不能救，还得救他。啊，他不知道，一定等他自己堕到地狱了，他才晓得。啊，他才明白哪个人是好人，曾经帮助他了，可惜不听话，不能接受啊！啊，他在遭这个恶报。啊，只要能后悔，能回头，诸佛菩萨不舍一人。啊，佛菩萨等他回头。啊，慈悲到基础啊。所以心量一定要拓开。啊，拓开就是普等。啊，这是念佛三昧里头含着三个意思。啊，一定要懂。